好，对对对，好，所以这边就来提香槟，来来来来来，交给你啦。哎、欸，你会不会开啊？对，我先帮你把这个麦克风拿远一点。好，你就一个人开。有没有没摇过？没摇过，没摇过。你要摇是不是？你要摇？你要摇吗？对，不要摇，不要摇，我们就知道你怕。好，可能朝向那个啊，朝我这边打好了啊，朝台湾爸爸打。哎，不是不是啦，好，来朝向安全的地方打。好，来戴佩妮呢要来这个香槟塔的庆功仪式。不管怎么样呢，等待了这么久的时间，非常开心。贼这个小巨蛋演唱会呢，是一切顺利圆满落幕。OK， you ready？ 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哎呦，对对哦，是吗？戴佩妮自诩是开香槟的专家，专家中的专家。Oh great。常喝对不对？常喝常喝啦！来，到香槟塔，拍拍手，耶！谢这么多亲朋好友一路的香槟跟支持。好，要喝了吗？轻轻的，对，小酌一口，小酌一口，优雅的，优雅的。